六四廿五周年，除了支联会的维园晚会之外，热血时报亦于尖沙咀文化中心广场举行名为香港人的六四集会。外国团体保卫香港力量在集会开始之前声称这个集会不爱国，和出席的市民和其他团体对骂。我想告诉大家，这个是中国的地方，香港是中国的领土，任何要搞分裂国家的事都是在我们中国人民不容许底下，我们一定会坚决捍卫我们的领土。我们一起不需要跟他怒气的，因为他们只不过是狗，我们人讲的话他们听不到的。你真是变世啊，你是谁啊？我识你啊，垃圾。我们要悼念六四，好地地相安无事二十几年，好立来标记。大家冷静啲，唔好有想打佢住。我哋香港人咧，好捻斯文噶。你哋喺度破坏香港，攞香港做一个反共基地，你哋同我全部翻屋企。六四集会冲击啊！我党要死暴政。在场人士情绪激动，打倒汉奸走狗卖国贼。集会八点开始，大会表示有7000人出席，先有三分钟默哀仪式，期间保卫香港力量在场外继续叫嚣和播国歌。热血时报黄杨达，立法会议员黄毓民上台讲话，表明呢次集会和支联会的维园集会不同。我要另起炉灶，就是因为我们已经受够每年行礼如仪的拜山仪式。今日是本土派和大中华派的推测，是不是？今日是进步民主派和暗中民主派的对决。我们大家都在平反六四喊了二十几年，我们以为这样就会有民主，你现在有没有啊？六四对我们最大的意义就是认清这个事实，面对一个杀人的政权，你只有一条路，抗争。大会亦都高叫反对共产党口号，同埋表达对政改嘅立场。打倒共产党！打倒共产党！全民制憲！全民制憲！公民抵命！公民抵命！我系香港人！我系香港人！不是中国人！不是中国人！集会喺10点结束之前，黄毓民鼓励出席者散去之后到广东道自由行，其后大批参加者到广东道等地高叫打倒共产党口号。在场警员大为紧张，一度阻止现场交通，同埋指呢次嘅示威唔合法。示威者则表示只系行使佢哋行街嘅权利。校园电视记者黄燕乐报道。